给传师早安。大家早，请坐。啊，请坐下。经理，各位认得书，各位载车黄书明长，大家早安。给传师早安。欢迎咱中华医阿河岸，将受天意所接。做事的人说，比起咱苏村苏二两位老大人的代表，咱老前面的莫大医生，比起咱医秀大仙的助理周经理的陪伴。
影响了你大内底，啊，咱今吼有足侪所在不足，咱有足侪所在做无熟悉，咱有足侪所在做无好势，啊，为虾米？讲到这理路无清楚，这思想无清晰，这道理无了解，在家修的道理无了解，啊，在家修伊的理路无清楚，在家修的逻辑无清楚，所以常常伊透过讲不住，透过主师，透过天不住，透过主师不住，啊，这种简单伊的性质，啊，伊的用心，啊，伊的善意注解。啊！伊上来伊传播，相信呢，到这时阵，中央内底伊讲解，中央内底伊著述，中央内底伊理论，中央内底伊作者伊思想，哦，或者社会，或者是社会道教宗教，都用这不切呢，使讲哦，拢有人咧注解，啊，拢有人咧留意。啊，伊讲的话足简单，但是足实际，所以我只呢，甲你做一个参考吧。大概伊个情节就是遮，或者是叫做情话，啊，住平住就是讲哦，即住平住官，啊，平无住，啊，即住住因正平住讲，即平无住他讲即中央。所以孔明传授的心法，把这个啥呢？把这个仁德，仁德心就是仁德就对了。仁德边啊往外，仁德边啊修，为啥物啊修这个心法？啊，是迄个啥？伊是为了在家修啊，仁德因为这个因缘中间，伊提早伊啊修这个心法，不然在家修边啊去修这个不解这个法门，讲啊出详细。所以主师不主，讲基久。讲惊讲苦嘛，去互差去，啊，讲去互骗去，所以甲写一个国必注意书，甲写一本是以修明主，以书书也以理两三本书，或复合为一理，防止这边的法官直接继续入面记无条，该是发现啊，善读者万数已有得业，善读就是讲哦，你真真正正会当去甲体会。要去了解，啊，会当去甲玩耍，会当去甲摸索，安尼个嘛，绝对有成绩个。安尼，当互咱一世人心都放在来用，啊，你用不了，又不能经营，你真正用不了个。啊，即个叫做出师入解，最重要个就是安尼。哦，啊，再来呢，我跟做一张个中央个大义，啊，伊个大义，讲哦，儒家个习惯。啊，这个心法哦，咱历代祖师的心法各有不同，时务无同，环境无同，境界无同，哦，社会的结构无同，社会结构过去是拢个社会，现在是工商社会，现在是中心社会，现在是网络的社会，所以这个、社会的结构无同，所以每一个历代祖师伊为着这个应运，所以一定把这个啥呢？把这个法门哦，首先先写伫迄个经典内底，啊，
应着不同需要应答的人来申请，让咱达到救援伊的阶段，啊，救援的阶段。所以呢，有加应有三年或者有加应分，啊，咱这个在加收有加应分，所以讲住宅。两千几单已经把这个儒家应运收集这个法门已经写在这个三个中庸内底，这个提议，啊提议啦。所以呢，这个儒家应运分是中型、下型，分是这个三小型，啊，拢是一个三法门。所以呢，这个儒家应运中分出分是应着小型、应着中型、应着大型。从一种医疗较悬，一种当底接近十二米。哦，即种个方面内底拢讲哦，伊初期内底伊经验甲成功，互咱熟悉到要哪修、要哪做，即个功夫哦，即个方面功夫上好用，啊个上实际，啊个唔免着着伤过摸索，唔免着伤过伫遐下。哦，所以即是在家修所先第二学修，毋是先修二学第，所以先第二学修应该就是讲啥个，愈简单愈好，个功夫愈简单愈好，啊唔免复杂。像个手臂啊，文心化，爱用个文心化，三千二块伊个，足简单，你看着知讲要怎操作。啊，足简单，看着你知讲要怎用，是讲到迄个空理，讲到迄个啥，迄个足深色伊个语言。哦，啊，着搁用足侪心，啊，又搁用足侪头壳去甲解说。哦，安尼才看，人也看着伊啊，对啦。你若生活做个产品哦，安尼足复杂个哦，人就卖伊啦。所以真个讲嘛，即个产品愈简单，啊愈好用，啊愈好操作，安尼叫人性化。所以呢，即个应用工具个思想是人性化，不是教条化，啊不是宗教化，不是建立化，啊不是这样，是它是一个人性化。